我们看第一题，他说 M 一克零度 C 的冰啊，加 M 二克一百度 C 的水蒸气，最后混合以后变成四十度 C 啊。那现在要问 M 一比 M 二，好，我们看 M 一克的冰的热含量多少 ？M 一乘以负八十，那加 M 二克水蒸气的热含量是一百，加上呢？540，最后全部变成水 ，M1 加上 M2， 它、啊、乘以呢40度，那我就可以把 M1 跟 M2 的比找出来。我先啊消掉一个零，好，那 M1 的话 ，M1 这里有八个，这里有四个，所以是12个 M1， 它、啊、等于多少？这里64个，啊，扣掉4个，好 ，M 二四个，64扣掉4个，60个 M 二，那约分六一六十，六二十二，二五得十 ，M 一除以 M 二等于多少？等于五倍。所以 M1 比上 M2 等于，所以这一题大家应该选住。